家事不是女人的事，男人别再理所当然，袖手旁观。这碗是什么时候的啊？我说那是早上跟中午的。你一定要那么脏吗？现在女生也会出来工作，对，为什么男生不能帮忙做家事？家事没做好，他就很大声的跟我讲说，我真不知道我到底娶你来干嘛。因为你太能干，但是你不会做家事，所以你嫁不出去。金马德典东森超市33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